家卫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辛汉明。后生可畏啊，真的就是好厉害呀、啊！不用觉得啊、就是我怎么消失怎么了，其实我现在在学习，然后其实重新出发的话，就是想要以一个不一样，就是一个比较稍微比之前的形象会好一点的形象再登场。好好唱嘛，别放弃就对了。现在你看，现在也还是挺不错的呀。